是谁真的不一般，站在镜子里的小可爱，哎呦看着有点帅，每天赖床眼睁不开，浑浑浑浑噩噩是闹钟被拍，只有肉体在耍赖，精神非常 nice， 你上了三杆我有我姿态，走起路来我带着大摆，想笑了我就笑，我想歪了我就歪，我想闹了我就闹，你看着我干啥，你管我在干嘛，笑了我就笑，我想歪了我就歪，我想闹了我就闹，你看着我干啥，那那那那那。天气有点凉，得提醒娘多加衣服。大家来吃桃啦！哎，陆大哥，桃子，哎，快快快，刚洗的桃，快吃一个吧。哎，啊，快吃吧，不然一会儿我娘该发现。陆不平，陈夫人吃桃。你在这干嘛呢？院子扫了吗？我现在就去。逮着空就偷懒。娘，快吃桃吧，刚洗的。嗯。他们几个呢？哦，应该没听到，我待会儿再去叫。嗯，挺甜的。嗯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嗯，没有。佩兰，怎么了娘？让春锦荣找我来一趟，大半夜的才从王府回来，我看他是越来越没数。哦，莫名其妙的让我等到大半夜，人不来也就算了，你多少也得解释一下呀。世子怎么了？世子多个啥呀？你就算是欲擒故纵，你人得出现吧，大姐。娘叫你过去找他呢，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问昨天晚上的事儿吧。昨天晚上的事儿有什么好问？大姐，你还是去吧，不然娘又该生气了。烦死了！大姐，我还洗了桃子在客厅啊，不知道自己挡道了呀？张眼睛是喘气儿的呀？起开！哎。哎，我就是，你别生气，大姐不是针对你。这还有别人吗？哦，他。我就觉得这个。陆大哥。啊。吃桃吧。
我吃饭。好吃。嗯。打开看看。啊！哎，陆大哥。嗯。你从哪儿捡的？这我买的，我专门托师叔给我买的。啊！你让师叔买这个干嘛呀？今儿你不过生日吗？我怎么也得送你个生日礼物吧？陆大哥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的？嗯，我就跟师叔随便问了一下。嗯，谢谢你啊，陆大哥。没事。真好看。嗯，你平时喜欢吃这个软桃子还是硬桃子？哎，我喜欢吃硬桃。啊，我也是啊。哎，我小的时候每年我爹都会带我去集市上买那种又大又红的桃子。啊。等我有钱了，我给你买座桃山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哦，太多了，太浪费了。吃一口，扔掉。二姐，半夏，吃桃子。行了。对了，二姐。啊？我给师叔也拿一个。路不平，嗨，一会儿麻烦你来药铺把药渣倒一下，可以吗？得嘞。路不平，跟人说话的时候直视对方的眼睛是最起码的尊重，没有人教过你吗？不是不是。还有，说话之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哎，我，他不让你今天过生日的。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，别气了，陆大哥，他人挺好的。哎，桃子，可灵。二姐啊，你听说关头庙那边有抢孩子的没有？嗯，没有啊。等我抓住他们，一定要他们好看。哎，不是你这么多吃得完的？娘，走了啊。你去哪儿啊，可灵？都说。气死我了。你吃了没啊？还没有。那个，这就给你吃吧。我不吃了，陆大哥，你吃吧。要不我搬开吧，咱们一人一半行。没关系，陆大哥，我现在也不是特别想吃，你吃吧。家里都什么人啊，一个个的，连你过生日都不知道给你多个留个桃子。不是啦，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嘛，而且生日嘛，没什么大不了。算了，你吃这份吧。桂花糕是，等一下，去桂花是。世子，门口的兄弟们说，昨晚李大师在门口喊了你一晚上，嗓子都哑了，没轰他走吗？他不肯走，说一定要见您最后一面，还差点惊动了王爷。哎呦，
这个李腾云。世子，我之前是辜负了您的期望，但是我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了。求您看在我忠心耿耿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世子。说完了吗？最后一面你也见着了，赶紧走吧。世子，你不能走啊！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数三个数，你就让我留在您身边帮你吧。啊，三。世子，这次我一定帮你搞定四皇子，让你再没有后顾之忧。二。这次我一定帮你一劳永逸。一，一劳永逸？你说说啊。我说呀，怎么一劳永逸？我，要不我们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杀人吗？也不是不可以，不是有句话吗？叫糊涂不丈夫。那个春可灵他是养不熟的，养不熟也不能。哦，那我问问你，你怎么杀啊？我们可以，先翻过他们家的墙，找到春可灵的房间，趁他睡着的时候，把他杀掉。嗯，就这么简单。好像也不难哈，行，就这么简单是吧？你去吧，来，现在就去啊！去！哎，不，世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咱们王府没有杀手之类的吗？你以为灵王府是什么地方？还杀手？没有杀手的话，那就得从长计议了。哎，世子，诸位，李大师。足智多谋啊，你们向李大师好好学一学。向李大师学习。没有，李大师说了，杀人呢就是这么的简单，你们也去感受一下。反正今天必须带回来一具尸体，不是他春可灵的，就是他李大师。是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世子，这是术业有专攻，我真的不合适啊。我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机会吗？我再说了，你自己呢也去感受一下你自己出的主意，你看看能不能行。要是能行，我再把你请回来啊，恭恭敬敬的教你一声李大师。我佩兰，陆大哥，买这么多呢？对呀、啊，我帮你拿回来。谢谢陆大哥。没事，都给我。又不是我的错，就知道说我。哎，大姐，你出去啊？哎呦，你看你大姐是什么态度？大姐可能心情不太好。锦荣，大姐，去给你娜打个招呼吧。哎呀，不，走，你这个黑眼圈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上轿跟你说。下，二姐，这个更过分，也是他姐呢。哎呀，一家人嘛，都习惯了。啊，二姐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啊，姐做了豆腐汤。又吃豆腐？又吃豆腐？有本事他自己做去。哎呀，一家人说话客客气气的，多奇怪呀。他们有把你当一家人吗？你拿这么多东西，没人说帮你拿一下。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呢，那说句话也行啊。陆大哥，你别生气啊，你一生气我就着急。就你想得开，那你不爱拿吗？都拿着吧。买呢？来给我。这是要去哪儿？真的是要去杀人吗？我不会再做梦吧？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要不要现在就逃走啊？世子说了，要是敢逃走，当场处死。谁想逃走啊？快走。哎呀，佩兰闲着呢。哎，师叔。啊，劳烦件事儿。啊，什么事啊？啊。摘菜呢？哦，算了，晚上自己来吧。嗯。干嘛？
不是点茶吗？师叔。当然不是点茶了，熏茶，是把这个茉莉花啊均匀的撒在茶叶上面，然后拌。嗯。熏拌煮香，然后拿出来再拌，再跟拌煮香，就此。哦。哦。明白了。明白了，师叔。交给你了。啊。辛苦了。啊，不会的，师叔，我去忙了。没想到你师叔看起来老实巴交的，也会指挥你。他怎么不让半夏去弄呢？半夏要配药吗？是吗？配药之前得先看书学习一下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就知道帮别人找借口。我帮你吧。佩兰，那个茉莉花茶先不用弄了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可以的。不是，你啊，先帮我把这个药洗一下。哦。这个药啊，洗的时候呢，不能泡太久，泡太久了药效就没了。也不能不泡，不泡呢洗不干净，分寸拿捏一下。嗯，明白。辛苦了。没事的，师叔。好。嗯。看，你对他们再好。他们也没人把你放心。陆大哥，你别说了。哎呀，今天可是你过生日呢，你从早上醒来到现在，你看他们怎么对你的。陆大哥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嘛？哎呀，不是怎么做，哎，他们凭什么喜欢你啊？你是他们家下人呢。俗话说得好，爱哭的孩子才有糖吃。哎，我没让你现在哭啊。哎，佩兰。我这心里都够难受了，你还说我、啊？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给你删删。别哭了别哭了，我太难受了。没事。陆慕平。啊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、那个。你欺负佩兰了？没有陆大哥没欺负我。那你哭什么？我眼睛进沙子了，陆大哥帮我删的。哎，对对对。陆慕平，我警告你啊。你别以为佩兰好欺负，我这盯着你呢。谁欺负他，谁心里不舒服。娘，陆大哥真的没欺负我。那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过生日不可以掉眼泪，不吉利。娘，你记得呀？我怎么不记得呀？我白生你了。娘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。今天是你过生日，你想吃什么你去买，娘给你做，大家一起吃顿好的，热闹热闹。嗯。陆不平啊，别偷懒啊。行。陆大哥，你看我娘她记得。这有什么，本来就应该的嘛。我得去买菜了啊，我要给娘吃饭。哎，你不是买过了吗？娘喜欢吃鸡，我去给她买只鸡。那个卖鸡旁边有卖包子的吧？有。好。咱们就在这盯着，先观察一会儿，应该没人能发现咱们。哎，李大师！哎，佩兰姑娘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今天我过生日，我去买只鸡。哦，祝你鸿福齐天。恭喜。谢谢大家。嗯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再见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晚上嘛，谁大白天杀人啊？李大师说白天不能杀。你干嘛呢？世子说了，你的一言一行我都要记下来。走，快点！不祥之兆，不祥之兆啊！李大师说，不祥之兆。你怎么什么都记啊？哎，你好好扫，弄得这到处都是灰。
这二姐过生，你不早跟我说，着急忙慌的，弄得我计划都打乱。我能记住就不错了，我一个人要记你们四个人的生日，你们四个就记不住我一个人的生日。你有什么计划？娘，这中间你是想放个福，是想放个寿啊？你不是读书多吗？你怎么问起我来了？真是写个寿吧。春子荣呢？啊，一天天的不着家，这家里里里外外就指着我一个人了。在这个风调雨顺、笑逐颜开的好日子，我拌嘴啊。你闭嘴吧。哎，我问你，哎，刚才是不是你让佩兰去洗的那些药子？哎呦，这一大早的，药铺忙得鸡飞狗跳，我都给忘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郭振生，我女儿只能我自己使唤。对不住。哎，佩兰回来了。嗯，佩兰回来了。嗯，看我们布置的怎么样？娘，不用这么麻烦的。麻烦什么？我觉得还差点意思。哎，你看外边那灯笼够多吗？够了，再挂上两个。哎，够了，娘。娘，我来帮你。哎呀，在这儿挂上一个。陆大哥，你看我娘在给我做饭呢，大家都在为我忙活。知不知道什么叫事出反常必有妖？哎呀，陆大哥，你真的错怪大家了。哦。哎呀，突然有一天没活，感觉还不太适应。你就好好休息一天吧，好不好？我去给我娘打下手。哎，你。娘，我来帮忙。哎，去把那菜给我端过来。哎，好。你过生日更热闹。娘，我们在等谁啊？今天有神秘的客人。春大娘，佩兰姐，祝佩兰姐生辰快乐！哇，谢谢！你们俩怎么来了？老大让我们来给二姐祝寿的。什么老大？那个可灵儿让我们给二姐祝寿来了。谢谢谢谢，你们快进去坐吧。好嘞，行。好吃的吗？有。娘，我们也进去吧。哎呀，着什么急？还有人呢。还有啊，春夫人好。阿四，二姐，生辰快乐。谢谢你，阿四。来，春大娘。哟，小小，小小姐啊，早该请你到家里来坐坐。锦荣，你怎么不早点带小小来啊？哎呀，您别跟我客气了。佩兰，胭脂。哦，胭脂啊，生辰快乐。谢谢小小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姐说的。大姐，哎呀，我能忘了吗？生辰快乐啊。嗯，行了，快进去吧。娘，这会儿人到齐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哎呀，人还没到齐呢，着什么急呀？妹子，哎呦，张婶儿来了，哎呀，拿什么礼物啊？是我在姻缘桥认识的张媒人，快叫人。哦，张婶儿好。这就是佩兰吧？佩兰，哎呦，这佩兰长得可真像你，像我吧？美人胚子。哎呀，喜姐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，娘，我也想死你了。生辰快乐！哎呦，谢谢！快，拿着！哎呀，谢谢！娘，娘，娘。娘，娘，等一下我呀，娘。来，二姐姐们，佩兰，哎呦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佩兰做的那个鱼，那叫一个绝呀！我去切切菜去啊。
佩兰，哎，娘，佩兰，什么时候好啊？马上就好了，娘。啊，是不是要敬酒了呀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说鱼，不是你。啊，鱼，那个我炒完这个就去做。好，你快点啊！我跟婶子们吹了半天了，说你鱼做特别棒。好的，娘。哦，对了，酒要没了，一会儿还得再去打点酒。好的，娘。春夫人，这啊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？佩兰，你别去了，你再多烧几个菜。陆不平，你去打酒啊，动作多麻利点啊！我去前面招呼客人去了。好的，娘。哎，你看看你，这哪儿给你过生辰啊？他们怎么不是给我过生辰？这明明就借你生辰日子招待请客，我还以为他们改呢。没事儿，陆大哥，反正他们来了也是给我过生辰的。来，你在干嘛？我没事的。哎，你老盯着我干啥？都一天了，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？你没听见人家今天过生辰啊？啊，人家生辰的时候你去行凶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又不是张可怜过生辰，又不是你去杀。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别催我吧，我现在压力大得很，我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来。李大师说，压力很大。这个写什么写啊？你有这功夫，你就不知道帮我一下？世子说了，不能动。兄弟，你看这天都黑了，兄弟们都困了，要不我把你尸体带回去，要不再等等。你就拿什么？哎呀，不用。哎呀，你跟我还客气啥呢？哎呦，这么好的鱼你自己留着吃。我要想吃的话，我随时让佩兰给我做呢。哎呦，你说我还有吃有拿。春夫人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等会儿再说。佩兰，你过来，快点。老春呐、啊，咱们佩兰又平平安安的长大了一岁，她还是那么能干，那么懂事儿，你就放心吧，她对我们都照顾得挺好的，你要继续保佑她，也要保佑我们全家啊。娘，佩兰，今天当着你爹的面儿，娘把这个交给你。啊，还拿不下来，哎，你帮娘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戴上了，戴
戴上了。娘，这不是咱家传家宝吗？这是你太姥姥留下来的好东西，咱家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拿出来过，你好好保存啊，好好保存。可是大姐他们……哎，你别管他们，你们姐妹四个里啊，就你性子最软，脾气最好。他们那几个从小都懂得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只有你帮完了这个还想着那个。好娘，能和你做姐妹也是他们的福气，你替我们大家收着，我们都放心。其实，在娘心里一直最担心的就是你，你太善良了，娘真怕你嫁到婆家去受委屈。有的时候，娘心里就想，你要是能顶顶嘴该多好。娘，我不嫁人。你今天是不是怪娘了？没有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家好不容易搬到江陵来，无依无靠的。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咱们跟邻居多走动走动，对咱家也好。娘一天天的也老了，可是娘就是希望咱家那场面呢，能热热闹闹的，但是力不从心。今天多亏你帮娘啊，你辛苦了。佩兰，娘，我不辛苦。娘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娘，我都懂。娘知道你懂，你是娘最乖的宝贝。哎，都说了今天不能哭了，你还要哭，不吉利。娘都跟你说了。娘跑了好远的地方才买到这么好的桃子，只能你自己吃。嗯，娘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慢点啊！哦，别睁眼啊！不敢睁。去哪儿啊，可玲？上那儿了，上那儿了。哦，转过来。哎，我数一二三，然后你睁眼。嗯，一二三。
过吃补品的年纪了。哎呀，好着，我怎么跟我没有没有，你姐很喜欢樱桃的，没事，儿子，没有见过那重要的，师叔别吵了。没有姐，这是你的，本来就是。那二姐天天在，没有姐很喜欢，所以你送一个人，没事，儿子，来天天送我。吵了，吵了。谢谢大家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鲁大哥，吃桃。鲁大哥吃桃。挺好，没有比那第二吧？没有，但是是数第三。像黄昏中